日咧就睇 YouTube 咧，學咗一個芋頭臘味飯，佢係加咗啲菜嘅，佢用芥菜，我用小棠菜試啊，我一陣間就去炒下呢個飯，睇下出嚟嘅效果。但係我啲芋頭唔靚咯，即係睇下有冇芋頭味啦。批咗之後白晒晒。我咧先爆咗啲臘腸，然後咧等佢出咗油咧，先至落芋頭嘅。而家睇下。炒佢一轮，等佢入下味先。最后我又落埋啲菜落去啦，炒一炒啦，炒香晒佢先啦。落咗少少小糖菜，因为未试过，唔知个效果点，费事破坏晒成个饭。因为上咗碟之后呢，发现唔系好够味，所以我呢就落咗啲蚝油捞一捞佢。好啦，而家咧我就将所有料咧都倒晒落去煲饭度，睇下一阵间效果点先。而家开盖睇下先，哇，唔错喎，叫下先睇下。哎呀，可惜大家听闻唔到啲味。真系好香哦！我以为嗰啲芋头唔掂啊，白晒晒。不过试一粒试下先，睇下个淋味先，都应该淋嘅，冇理由唔淋。好淋好面啊！哇，好正！又好彩头先咧，淋煮挤落去饭煲之前咧，就加咗少少蚝油落去。清水啲先，头先 overflow 咗，唔错啊，真系。大家睇下我食剩嘅半碗饭啊，因为实在太好味啦。